饼，哎，正好有点饿了，去看看。快来试一试喽，发家致富。老范，你在这月饼吃啊？哪来的月饼啊？你咋那么馋呢？我在这摆摊玩游戏呢。玩游戏啊？啊、嗯。什么游戏啊？老爷抓小姐，还是太太三，还是猪八戒比媳妇儿啊？哎呦，看你是想媳妇儿想疯了吧？我这是玩文字游戏，快你坐下来，我给你讲讲来。啊、哦，来。小伙子，你看看啊，这上面写的清楚，哦、月亮的月，加一笔写出六个字，奖励8000块钱。妈呀嘞！写错六个就奖励8000？对，那么得多。哎呀，发家致富好门路。啊，那我玩一局。行，拿钱。还有钱啊？不要钱能行？不要钱我还想发家呢。来来，拿钱。拿钱啊？500。打折行不行啊？不行，绝对不打折。那500就500吧，扣数扣数的，我先看啊。我感觉我能写出来，待会儿给你写啊。再给你二百。第三张是不是？500。那我开始了啊。写吧。一个两个三个，下一个是啥？小孙子呢？咋的？写不出来了？啊，就写出三个来。写出三个可是啊。木、浅、甩，还行，不错，还写出来三个，再就不能写了。老婆，你在这凶人吧？我这想别的新华字典，我也想不出来了。小伙子，我这个大妈我瞧不起你，就你这样。250的智商，你这个把新华字典都背熟了，你这吹吧你啊！哎呀，老婆，你也别不信，这么说我一切也是个有文化的人。就你还有文化？啥文化呀？我修设皮呀、啊！我修设皮呀、啊！行。你别说那么多了啊！你写不出来，你就说你写出来，说那么多借口干啥？那老潘，你能写出来啊？我也写不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摆什么摊啊？我写不出来，你写不出来，这不代表别人写不出来，总有人能写出来吧？你咋不在这骗人吗你？
你智商不够，你就别说那么多废话了。你玩不玩？不玩上一点。行，你管得了你，好毛病啊！哎呦，成年的车厅的，一点礼貌都不够。哎，玩游戏喽！高智商游戏啊，月亮的月加一笔写出六个字就奖励8000块钱嘞，想发家致富的快点来看看喽，快来看看喽。妹儿你在哪儿？看来出大事了，我在卓园花园。哎你先过来，过来我再和你说。啊好好拜拜。大哥，找我啥事儿？妹儿来了啊！你看那边有个楼盘没有啊？啊！就他那样摆摊儿啊，说用月字加一笔写出六个字就奖励8000啊！结果我赔了500块钱。哎呀，磊，你这个怂货，俺这里看我的，我去给你出去。好，妹儿，你去逛逛，我在这等你。大哥，别说的你没耐听啊！妈狗他，你也跟他说去扒拉他，去扒拉他，扒拉他！哎呦我的妈！扒拉他！我知道啊，好好，在这等着啊！来试试喽，快来试试喽！发家致富！哎呦我的妈！别踩！哎呦我天，你这是准备砸场了？我摆摊跟你也没关系啊！你个小毛孩，你有钱吗你？我跟你说，这钱不是问题啊！那么多白花的，不是？来来，先把鞋穿上，别动了，上这儿坐下，我给你讲。玩的啊！你先等一会儿啊。给你讲讲啊，耐心点啊。你在这插话？哎呀，你看，月字加一笔，取出六个字，大妈我就奖励你8000块钱，怎么样？哎呀嘞，妈妈嘞，找你8000块钱、啊？行啊，那我咱们要啥？我试试啊，你得先给我500块钱。500块钱啊？五百就五百，有钱不撒钱。现在的小学生都这么牛哄了吗？带钱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有钱有钱。能不能痛快点，一下都拿出来呀、啊？不就500块钱吗？啥意思啊？我就稀罕。来。来，你试试啊！来，不过话可说头了啊，你试试可以啊。钱你已经给了，一会儿你写不出来，可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啊！还这么话，我顶多啊就扒了你，扒了你！好看着哈、啊。嗯，先写一个。嘿嘿。
真写出来了。对呀，人家都写出三个，你怎么能就一下写出六个呢？哎呀，来老婆，这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是吧？我啊，你今天让我这叔叔啊，这三个山你，这叔叔啊，这三个山，哎呦我的妈！不能这么愣着。这四个，我也能给你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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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出来。废话，快别哆嗦，拿钱吧。小姑娘，说实话吧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哎呀，没钱，别的，都是有水机的人，是吧？来吧，燕子，快点了，别吵了。哎呀，写出三个吗？这咋就写出六个了？这也太坑人了！嘛！都怪我那个死老头，非让我出来摆摊，还说别人都写不出来，这回就是让人家花了八千块钱，我回家发了老头去。